九龙城寨、昔日嘅三不管地带，黄、赌、毒，乜都齐。不过廿几年前拆晒啦。好彩呢两个摄影师喺八十年代尾用咗五年，深入九龙城寨影咗呢辑相。最近咧仲公开埋批相，等大家可以睇翻当年嘅情况。睇个样子都知道系电单车嚟嘅，最高时速去到80公里。但系最特别嗰样嘢系用咗 3D 列印技术，仲有一个特点噶，就系超轻，得个77磅。你都想整翻部咧，有钱都未必买到噶。事关厂商只系计划生产50部。讲开轻，介绍埋呢个炉具俾你啦，重量只系得1kg 多啲啲，嗱啱晒拎去行山噶。最犀利利嗰样嘢咧，系透过无线射频加热，即系唔使用电，成部手提微波炉咁。啊，出年咧就有得卖噶啦，但系要成1500港纸噶。换生活，落科技，银华 dash K。